好，那个正如我早上所说的，你只要想要翻桌，你就去 Bingo啦，你会看到投票页面。我们现在表决即将结束，还有1小时8分。哦，你可以看到这边，你连到这边，你会看到提案，还有什么临时政府光谱，你可以跟这边专案票选。右上角有个登录，你就按下去，它是用脸书登录，登录之后你的名字会显示在这边，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开投票，然后就往下拉，这边有方案与决策，所有方案，那这边就是所有今天到现在为止有登记的专案，我已经把它建在这边了，包括选票成分分析、自己的活动，已经有人投票，按蒙点贝塔啊，他就加了，哎，有看到，哎，这一票，然后呢，其实多选题，所以你可以按很多个，对。就是如果你今天很喜欢每个人的专案就全按，那如果只喜欢其中一个就按全场，是有顺序的吗？现在是没有顺序的，因为我们还没试做那个演算法，都是你们没有人帮我配曲哦，不是啊，搞笑。OK， 所以这样大概就是这样，就这么简单哦。然后我们大概在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会再看一下结果，我看最高的是谁。那因为我们现在手上有4张票嘛，所以我们就从前面顺位往下排，第一名的队伍里头有几个人，就如果超过4个人就票数全给他们。哦，那如果这样好吗？还是就都给第一名？没有，就是看顺眼。第一名的，如果他们只需要一张票就。好的，那就是就跟我刚才讲一样，看你需要几张票就顺眼这样。然后从前面往后排。OK， 那大概是这样。因为还没有报到后面，所以大家先不要乱投票。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他报的好不好呢 ？OK， 好，那。这就是听懂啦这个部分，大家知道怎么玩了吗？有没有先上去看看游戏规则？那大概就这样，那我的部分可以开始了。